这一千万是为了要救回我的孙子，谎言与掠夺，他是我们的了。嗯，你该回去了。看看吧。我只要他，把他解开。哎，喂！引发蝴蝶效应。你是警察，怎么也想领奖金啊？我怕我带他去领奖金。你是在玩命？ 为了钱这样值得吗？什么可以相信？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好像被耍得很转？我可以相信他吗？我相信你。该如何证明？所以没得商量。你终于听懂了。每周六晚间9点，小孩大人就在公视频道。